猛地一想的想出一个画面，可能就是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家猫对着我叫的时候，那一刻还是比较幸福的。然后忽然猛地一闪现，看到了小时候跟我朋友，我们那时候没有东西可以玩，就是骑着自行车，有一个老奶奶跟她的，就是她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她房子是一个青砖青瓦的一个小房子，围墙外面种满了花，然后她后院种的是薄荷叶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去跟那个老奶奶要一株薄荷叶，我们说要带回去种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开心快乐的，然后我在想，现在为什么我每一年每一次我都会想，现在的我跟昨天的我、前天的我和之前的我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能明显的感受到我就不一样了。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当你做一件事，你会想到，哎，我该不该做这件事，而不是想我喜不喜欢做这件事。但你想想你曾经的自己，那时候的自己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不会有这些，你的快乐是简单的。他把我带进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子，我觉得新奇。一开始我觉得能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很热爱，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之后，有一些压力压得过于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害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身份，因为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代表着你需要承担很多东西。你觉得那个小时候的时候不快乐吗？不开心吗？不简单吗？为什么你们会变成就是说被所有东西条条框框的一约束？你不敢自由的去想一些事情，都在想这件事对不对？有什么对不对的？这个世界要有那么多对和不对的事情吗？就连我们坐下和躺下都在思考，是能不能躺下，能不能坐下，是不是有什么规矩？那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只有小孩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不管对错。大人的世界才有对错，大人只做对的事儿，小孩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是大人还是小孩呢？不想做那种只做对的事儿的。我把我从我12岁出来的所有我觉得重要的经历，我都想了一遍，想到今天，然后就发现其实我这个路途上面自己也产生了很多的欲望，然后也产生了很多的情绪，最终我到就是想到最后想到今天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明白什么是值得跟不值得，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其他的其实都不重要，我觉得要做自己有意义、有重要的，就是重要的事情就好了。完。轩逸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合格的艺人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永远都有用不完的电。然后有时候我都在想，问他是从哪里充电的。就他也有自己的烦恼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更能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，我觉得挺羡慕他的。现在有一个瓶颈在这儿，他要突破这个口，是啊，把自己发泄出来。来听杨运行讲鬼故事。来，鬼故事，过来，快坐一起，把灯全关了，快！你晚上在这样子的情景下，你不害怕呀？深山老林的，你真的。他们说我们饿了就做饭，哎，我做饭给你们吃吗？走吧，就拔菜，走啦。哎呦！哎呦！慢点，慢点，你慢点，慢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有没有？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最近老是莫名其妙的摔倒，你痛不痛啊？感觉每次你摔完都不痛的。其实我是想说，用不痛的外表告诉大家我很冷静，摔倒没关系。我不方，我不方。那天雪山，徐梦洁也是滚下去。徐彩虹超厉害，就是特别能。哎，这没运。那个吗？
这边吧。我没有拔过菜，我头，菜一定要从它的根部，对，就是根部。这萝卜啊，萝卜，这是胡豆，萝卜，拔萝卜，不是你拔边上这个露出来了。哎，这萝卜好松啊，没有那种感觉的，不像是那种感觉哈。哎，这萝卜像人参。啊，你这个好多脚本啊。对啊，你看。哦，这一颗够了，大家吃。来来来，这个像个猪蹄。哈哈哈哈哈！放进去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Go。超越，来，你要喝我给你泡的茶吗？来，过来坐。哎，来来来，西当西当。不要想任何在你开心的时候，不要想任何不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就是这样。假如说我跟你讲，我的一天就是，一天开始了，我的情绪非常非常开心，然后突然遇到一件事情，情绪啪一下掉到那个地底下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情绪起伏跟过山车一样。其实我也有这种状态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。亚薇，你有不喜欢的事情吗？跳舞你不喜欢吗？因为我有时候我也会有极端，我想要抓一件事情抓住，但是我抓不住，我就会很丧。对一件东西越执念，往往是越往反方向走。但是你肯定会有那个想要越来越好的心，不管是好胜心也好，或者是进取心也好，你肯定想要变得越来越好。你想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要抓住一些东西。可是，因为有时候自己很无奈啊，你去做什么好像也没有太大那个。我是觉得我特别相信一个是 timing， 就是那个时机，就是可能有很多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它没有来，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有得到我就不去准备或者是放弃什么的。我们可以搞一个那个 rap 那个什么朋克的一个舞台，好不好？哎呀妈呀，谁？他都知道是你啦！啊，要啥呢？小心啦！我也想吓一吓你们。萝卜、包菜、生菜，没了。哎，有没有蒜呢？没有蒜。哎呀，我想吃。好了，快点把孟美岐蒜搞过来，快点去吧。我们再去厨房看一眼吧，可能它是作为香料。放在一个小角落，把米煮好了，我们做一个油炒饭。走吧，动起来。这边有鱼哎，可以吃吗？哦，不能吃荤的。那边有鱼，来拿点。这有鱼。这里的鱼是人家自己养的，不能吃，是他们这个地儿养的。哎，有个鱼死了，快你拿。